怎么用你一个人啊？你丈夫呢？哎，田医生，你上次看那个方子真的管用的，效果还蛮好的。上次就跟你说过，患者本人要亲自来。我老公的病症，他主要就是觉得有时候腰酸，然后腿酸。你是不是想要个孩子？嗯，没有。既然不想，那你上赶着。 要看病干嘛呀？你看看外边那些男患者，有哪个是他老婆来给他看病的呀？主要是男人的自尊心嘛，田医生，你谅解一下。这样吧，你给你老公打个电话，我最起码了解你一下，你老公具体是什么情况啊？行。 平时就是工作特别忙，然后，哎呀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他就是上班的时候都是不能接的，所以说不一定能接的。你看，这忙着呢，接不了都啊。把他的号码给我，来，我给他打。哎呀，这医生这。 这个谁打不都一样吗？我试试。忙着呢啊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您是刘小姐的爱人吗？哦，哎，有这样一个情况啊，就是刘小姐。 回来的啊？怎么喝成这样？什么应酬呀？喝点水，是不是难受啊？啊？我就是和同事喝了两碗饮。哦，知道了。哎呀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呀，是不是好难受啊？啊？哎，来这儿坐下。来这儿坐下，快上床睡好不好？啊，快起来。 慢点啊！一二三，好，是不是难受啊？我知道，这全世界最好的啊！少喝一点，听见没有啊？怎么喝上不上身体啊？你是怎么弄啊？都没喝多少，喝一点点。真上头了，别走了，盖被子。睡觉了啊！ 想了睡觉了，哎呀！安豆，别走啊！嗯，嗯。
抱歉，马上到，马上到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您伤到哪儿了？手吗？还是脚？没事，没事，对不起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要去哪儿？我们捎您一段吧。我这儿没看见你们，不好意思。不是你怎么样啊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没事儿。你去哪儿？我送你，走。不用了。没事儿，你去哪儿？哦，我去 WFC 国贸那边，方便吗？方便，上车。我确实是赶时间。一晚上没睡，熬到现在，真行。哪天动身？明天。俺得去竞调，也得你亲自跑一趟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。哎呀，咱们这行不就是成败论英雄吗？屁！就因为海象没成，上头就这么搞你。你看你的黑眼圈，我看着都心疼。你记不记得咱们刚入行的时候，做一个并购案，一个月几乎没怎么合眼，没时间睡觉，没时间吃饭，这两边的律师还逼着熬。哎呀，这才过了七八年，我怎么觉得我就熬不动了？你呀，就是缺个操心你的人呐。跟客户约的上午10点，你9:50才起床，是不是该好好敲打敲打？我今天早上真的非常着急，我想快点过来，我怕迟到了。我不是给你发信息吗？啊，结果就在那一瞬间啊。名片递过来的时候，我一看，瞬间就不慌了。您是万国的马总？是。我当时觉得他整个人都在发光，我就是被命运选中的人，这多么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，我能够接近客户呀。人家看上你了？不可能。马总、金总啊，今天的会议内容呢，我会发给你们的邮箱。后续啊，项目还有什么更新，我也会及时的同步给你们。麻烦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马总，那我们回去先把它补足。加个微信吧。啊，好啊，我扫您。我扫你。就加了个微信，多正常啊。越是大佬呢，做事越直接，所以他们一旦发现目标，就会迅速出击。如果只当你是个小喽啰，又怎么会加你微信呢？唐颖，周末晚上一起吃饭？让我说中了吧？呀，这怎么办呀？我刚刚说他发光，真的单纯是为了项目。这万一他真对我有意思，我处理不好怎么办呀？会不会对我们案子不好？那如果你要是处理得好呢？作为职场打工人呢，就要学会善于利用身边的一切资源。你如果够聪明，这件事儿还会有更巧妙的解法。人有选择，
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，所以你很幸运了，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。整件事儿里，如果你把它做好呢，那就是升职加薪的事情，当然也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。总而言之，就是看你自己个人意愿了。我选择做好项目。我也相信你，也会好好保护你。对了，格尔那边要求对接新的法务，刘美玲辞职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你来之前，郑律刚刚交代的。你看，他这朋友圈也装神秘的。那你想吃什么？都行，我不挑。我家附近刚好有一家羊肉汤，特正宗，要不要试试？老大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。七号还有小豆呢。哎，他们崔姐往 A 的总那儿跑得很勤。对了，最近呢，帮我留意一个项目，具体怎么操作发到你手机上。好。在我回来之前，千万别告诉别人我接触了什么公司。放心吧，老大。老大，吃包子去。喂，美玲姐，啊，您来北京了？好啊，好啊，没问题啊。那我去找您。行，一会儿见。唐颖。美玲姐，换发型了，好看吗？好看，风格不一样了。来，喝点水。怎么样，跟我们原来公司的法务对接的还顺利吧？挺好的。其实我请你来吃顿饭吧，就是想感谢你。感谢我？我离婚了。在看到了手机里无数的糖豆之后，美玲姐开始怀疑，她一直以来营造的一切到底有没有意义，她的婚姻，她的人生，这些伪装到底是在欺骗别人，还是在糊弄自己？但看着她已经拥有的一切，她有些犹豫。直到那天，他的航班提前落地。
期间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啊！一直以为是你身体不好，原来是用在别人身上了。唐总，我喝多了，知道吗？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来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唐总，嗯，你在拉我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就是。 特别恶心，让你不要再叫我唐豆了。你让我恶心。离婚协议书呢，我会寄给你的，你赶紧签啊！别闹了，你放手！我真的很差。 怎么会来这儿的？出差，那个顺路就过去在这附近过来看看。你这附近还挺远的，你怎么跑上海来了？<笑>对，这都跑上海来了。 我离婚了，我知道。我还挺好的，你也挺好的吧？嗯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还没买票呢。那个一会儿你有事儿吗？咱们去吃个饭。 小涛，如果不是你的话。 我跟他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么错过了，所以谢谢你，恭喜你，谢谢你。<笑>
唐律师，你的会议记录做得很详细，期待与你的合作。这个松叶蟹啊，主要是负责吃肉。那咱们平时呢，很流行那大闸蟹呢，它吃黄的。等到入秋了，我带大家一块去上海，好好尝一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。好，那说定了啊。等到时候听彪领去了上海啊，请我们吃刚开闸的蟹。大闸蟹一定要等开闸之后再过上个2到3周，那个时候才是最肥美的。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"九雌十雄"，你们听过吗？没有，没听过。这里边的九和十，说的其实就是咱们农历的这个月份。不过虎哥，哎，你别光顾着说呀，你看你这排的蟹肉都没吃，都快溢出来了。你看还真是，我这个人呢就这毛病。啊，就是我就是只爱播不爱吃，啊，这样，来给大家分一下，一块吃吧。来，薪资我给你分点。啊，谢谢。别客气。不是有点多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多不多不多。那你帮我分一下，哎，多吃多吃多吃。你说说你这个只爱播蟹不爱吃蟹的习惯，可真太棒了。以后谁要是做你女朋友啊，那不得幸福死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们薪资男朋友就是这样，对他千依百顺的，别说播蟹了。就连蜘蛛都能给他去了皮儿呢。薪资有男朋友了？嗯啊，也正常。你说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，要是真单身，我反而觉得有点奇怪。赶紧吃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！我接着给你们播。装腔启示录由特伦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。薪资啊，我想给我喜欢的女生买一个礼物，想请你参谋参谋。我眼光不太好，要不请大家一起帮忙挑一挑？哦，你眼光是不是太好？所以嘛，你找别人帮你挑吧。嗯。哎，薪资，你不会误会我刚才说的喜欢的女孩是你吧？我怎么可能会误会是我呀？哎，我，毕竟我也是有男朋友的人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说我现在还是你领导呢，想请你帮个忙都这么难。而且你觉得我会是那种上赶着挖墙脚的那种人吗？也最好。那这样吧，那个你把你的预算还有什么忌讳，包括什么特殊含义告诉我，我帮你选一下。OK， 没有特殊含义，也没有忌讳，更没有预期价位，贵的就选贵的吧。这么敷衍？这不是敷衍，我这是绝对相信你的眼光啊。你刚刚还说我眼光不好。那我意思说你挑男人的眼光。薪资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对不起。我知道您是领导，但是我还是得声明一下，我不想听见别人在我面前说我男朋友的不好，尤其还是你不太了解他的情况下。徐总 ，Richard 特意交代我，让我跟着你去，说是给您搭把手。啊，还有酒店的事真不是我不上心，实在是没什么好的酒店，您到了以后可千万别生气。没关系，有床能睡觉就行。哎，啊，这边去。晚饭约在哪儿？哦，他们说是本地区最好的一个馆子，刚给我发的定位。走吧。哎，等我一下，不好意思。马总，刚刚去骑行了一下，换车了。
人还没来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哎，说实话，您昨天发我这里地址的时候，我有点意外。我以为我们会去喝羊汤呢。我还真喜欢喝羊汤，不过偶尔换换口味嘛。这里看起来应该也挺好吃的。嗯，来。哎，谢谢。除了羊汤，你还喜欢什么？很巧，我喜欢喝茶。现在年轻人喜欢喝茶的可不多啊。嗯，因为我觉得喝茶的时候可以让我慢下来，而且其实品茶挺有意思的，就好像你看这单子上面，就像这个凤凰单丛和岩茶，虽然它们都是乌龙茶的体系，都是半发酵茶，可是很大的不同。岩茶它是闽北乌龙，凤凰单丛呢它是广东乌龙。那你喜欢什么？其实它们各有各的好，香气也不太一样。岩茶呢主要是以高沸点果香木香为主，而且留香时间比较久，喝起来踏实。凤凰单丛呢主要是以低沸点花香为主，留香浅，所以呢喝起来略显轻浮，但它活泼呀，所以主要看您想要喝什么。嗯，那饭后我们来一杯踏实的。好啊。这是啊，咱们的今天的贵宾啊，徐总，大家关心关心吧。好，介绍介绍，这都是今天咱们的朋友，算是咱们这地儿啊，也算有头有脸的小人物吧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文化团，演出这一块啊，方方面面安排妥妥的。贷款这块哈，你就找白姐，没问题。小伙长真带劲啊！回头白姐给介绍对象啊，你好你好，要用刚才说话啊，好，那得杠杠的。走一个，走一个。哎，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，是不是咱们啊？那还用说？康城二品听说过吧？老兄一手打造的，啊，大企业家、大老板，小山哥是不是？小山哥响当当的名声在。咱都坐吧，坐吧，坐吧，客气什么呀？哎呀，那你介绍半天俺们，这位徐总是干啥的？你也没说呀。之前不是我跟你们都说过吗？那啥，他是那个信哦，金都信泰，金都信泰。哎，甭管什么了啊，就是这个管企业上市，啊，资源整合转型，振兴咱韩北市场了。就他呀？那行吗？那小伙那秤砣虽小，压千斤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话不错。哎，咱先别说了。咱进去坐一口好吧？好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按咱安北的规矩，咱得整白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倒一杯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必须的，必须白的。哎，整点喝。啊啊啊！今天可惜了，天气不太好。北京的秋天，骑车经过长安街，特别美。你也喜欢骑车？嗯，我也喜欢骑车。哎，您读过郁达夫的《春晚》吗？春晚。春风沉醉的晚上。啊、每次骑车经过长安街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这一篇，因为真的风景太好了，太美了。我上一次骑车经过长安街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，可惜我车技不太好，不然的话上次也不能撞着您，真是对不起。哎，没给你留下什么后遗症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皮实得很，伤不着。
下次再见啊。下次再见。凤凰单从他这儿。岩茶。青湖。说反了，那喝个茶能喝出他是青湖？你是不是跟我瞎掰呢？怎么可能？临去之前啊，我在这茶馆学了一晚上，我问了人家好多问题呢。哎呦，把你给刻苦的，拿出做背调劲儿了。你不成功，谁成功？我都担心我是不是用力过猛了。你和马总吃过一次饭，你对他感觉怎么样啊？他这人吧，还真不像我想象中的有钱人，可能是因为是创一代，挺接地气的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喜欢谈不上，顶多是不讨厌。那我建议你，咱们这个事儿呢，还是照着拿下这个项目为主。你先努力搞清楚这大哥到底看上你什么了，你就把你这个长处发挥到极致。我哪知道他看上我哪儿了呀？肯定不能是长相吧？那你们这第一次见面，他就对你这个小律师感兴趣，肯定也不是图什么实用价值吧？难道是我提供给他了情绪价值？可能他觉得我有趣好玩，想约我出来聊天吃饭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我建议你下次和他见面的时候，拿出你职业女性的气势多一点，别让他看清了。说的对。哎呀，我这走了之后，你这可是冷清了不少嘛。这叫冷清啊，这叫清静。你和徐亚白怎么样了？不瞒你说，他照顾的我无微不至。我每天早上一醒来，就能看见他给我准备的一大桌早餐。哪像跟你住的时候呀，每天吃的都是什么垃圾食品？什么垃圾食品？好了，你现在给我喂狗粮是吧？秀恩爱。讲真的，我觉得他有点过分关注我了，让我有点不自在。恋爱中的男人啊，都是这样患得患失的。可是你都不知道，我每天出门穿什么衣服，他都管这管那的。走在大街上，他就觉得有男人盯着我，就是爱上我了。他是不是紧张你嘛？你这沐浴油很贵的，你拿过去你要丢了怎么办呀？留着在家自己用呗。买了不就是要用的吗？我们也得享受啊。都没开过封，为了你专门开封的，你看我对你好不好？不是，我们去泡澡不就是为了去吃自助、搓澡下灰、躺着聊八卦吗？你整这么高级干啥？下什么灰啊？我很干净的，我可不用下灰。你忘了是谁小时候被小姨搓的，满身都是灰，满地都是泥，把那下水道都堵了。你不要借口喷人，你下灰，你这么大了还得下灰呢。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能帮我们排两位搓澡吗？好嘞，谢谢。看看，我这衣服脱这么半天。来了，看看。来了，来了。好，来，小哥，来，可以。三哥，三哥。哎，三哥，哎，三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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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北京，你看，体验就完了。叔，三哥一会儿就楼上啊，你记着啊。哎。哎呀！你还记不记得，你有一次在桑拿房里跟我比赛晕倒的事儿？别说话。影响我发挥。我姨怎么说你的来着？抓奸要强，软硬不吃啊！每次我妈给你妈打电话说就这俩词儿。你知道你姨现在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吗？她想到北京来给我买房。我姨一夜暴富了。她是脑子想不清楚，根本不了解北京这个房价，怎么可能是我们这种打工人可以买的呀？我同意，
他们在老家根本想象不到北京的状况。你说我们一个月工资就那么点钱，要是说付个首付的话，也只能买那种二手的老破小，个子笼，没电梯，而且还绝对不在学区。你跟徐子泉怎么样了？纯友谊啊。谁信呀？啊，你不会是被他的渣言渣语蛊惑了吧？你这咋的？以前搁老家不泡澡啊？熏头腼腆。很少。嗯。哎，我还真有一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还记得棕榈湾的那个大叔找你喝羊汤呢？我知道呀，他后来不是成你客户了吗？啊，他约我约会。嗯，你介意吗？你喜欢他？我不喜欢他。但是一方面他是我客户，工作上有关系，我又不能拒绝他。另一个嘛，我也觉得跟他接触接触也没什么不好啊，就当做是一种锻炼。你想搭理就搭理呗，我只是觉得他可能有点土不拉几的，不是，准确来说是有点太接地气了。所以他是真的很有钱？超有钱，超有钱。我就说，怎么那么突然来约我泡澡？那咱们姐妹俩好好碰一个。没事儿，谁上班不摸会鱼？这是万国病患的资料，你抓紧学习啊。好。这世界挺残酷的吧，又得工作又得搞人际关系，没有人关心你的时间够不够用，只关注你做得够不够好。两边都不放弃才是打工人嘛。你昨天发我那报告我看了，写得很专业，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。谢谢。怎么还纯情上了？之前没人夸过你啊？之前大王在的时候，说什么都是不行、不对、不可以，都是不字开头的。我知道他性格这样，但是明白了，缺乏肯定嘛。没关系，我来了，以后我夸你。哎，对了，下午的会议，马总改晚上7点去高尔夫球场了。我看这个案子你捋得也挺明白的，我就不去了，你跟他汇报吧。啊，我一个人去吗？怎么还心虚上了？不刚夸完你，你很棒吗？好。手段要狠，身段要软，你是最棒的，加油。马先生，啊，马总，哎，来了啊，没事没事，您先打，我在这等您就行。啊，好厉害！啊，来，你来一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不会，而且我一直没有 get 到打高尔夫的快感在哪里，因为这个运动好像太静态了。高尔夫啊，你可以想象啊。每一个球洞都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目标，你每次挥杆的时候啊，想的也许不是怎么把球打到洞里，而是要去拿下那每一个你自己制定的目标。是每一个打高尔夫的人都这么想吗？那倒未必，因为每个人对每件事情解读不一样，
那我听了您这么说，倒是有点兴趣了。哦，那来试一个。你的肩、腰和臀要是一条直线啊。可以啊，打着了，再来一个。打着了，这算好吗？什么都是慢慢开始的嘛。你看啊，高尔夫这项运动啊，跟别的运动的区别就是在于，你唯一的敌人始终就是你自己，所以这是一项随时会出错的运动，就像我们每天的生活。如果要做到释怀不纠结，就要立刻迅速调整你的心态，重新出发。找找感觉，再试一遍。重新出发。重新出发。哦，还可以啊，哎，这线很直，线很直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是打的不行，我这也没什么天赋。哎，马总，我还是跟您汇报工作吧。行，还没尝试呢就否定自己。你那个报告我看过了。很清楚，一目了然。其实我没什么疑问。那您还约我们开会？本来是想看你工作很辛苦，想让你出来放松放松，没想到反而让你感觉有点纠结，是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很开心，谢谢马总。我有个朋友的女儿要开个画展，后天就开幕，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出席？我吗？是啊。在干嘛？说一下呀，这个房地产我们是真的不做。要不这样，我回北京之后呢，我把，这样我整理一些资料啊，然后我发给您，您再看看有什么感兴趣的，有什么感兴趣的咱们再聊，好吧？没问题，难得来一次，你说你来了，我给你招呼好了，对不对？强哥，要不这样啊，你们好好玩，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这啥话呀？你能走吗？那你是贵客，你走了我们还玩啥呀？我跟你说不能走啊，对不对？哥，我接个电话，好吧？我不走，我衣服放这儿。哎，行，接电话行。哎，回来、啊。哎哎哎，小莫，老大，宇宙的猜想搞定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小莫，我不走了，好吧？安排我多待两天，咱们喝起来，好不好？
徐总，你看，但这边就是我们组合的。啊、哦。对，我们也分为不同的档次。看一下。对，批量生产的。但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发酵罐。对。然后别看它们外表是一样的，来吗？味道还是不错的，茶杯杯。别熊猫吃。哇，嗯，是。唐若先生，我们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，请您确认手机调成飞行模式或关机，谢谢。好、哦，谢谢。王绿，来来来，让我看看准备怎么样啦？不怎么样。马歇远约你是哪天呀、啊？明天啊？嗯，明天。他朋友的女儿办画展，在他们的四合院里。哎呀，而且他要来好多朋友。画廊庆典，那在场的小姑娘肯定居多呀。再加上马歇远这个钻石王老五的身份，对他有想法的莺莺燕燕肯定不少。面试官和面试人的关系。一v一变成了一v多，如果你要是不脱颖而出的话，那就会被人淹没，到时候这个 offer 就从此和你无缘了。我知道了，那这个二面，它是裙面呀。那我不就应该穿得越张扬、越吸睛、越精彩越好吗？我只要抓住了我面试官的眼球，我不就是制霸全场的灯球吗？你错了。人家马奇远呀、啊，是通过群面寻找自己的同事，又不是女团成员。相比之下呢，温和睿智远比咄咄逼人要得人心多。也就是说，那天呢，我得是一个懂艺术且低调的女人。今天天气还挺好的哈、啊。风格挺统一啊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朋友请我来的，总跟我说没时间，跑这儿来鬼混来了。你不是也在这儿鬼混吗？你好像眼光挺好的，陪我去买点东西吧。赶紧的，快快快快！质疑我是吧？哎，我记得这边应该有一些小店的呀。什么店？服装店呀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看起来不错啊，试试。你这是要换头啊？没看到刚才那些女孩都跟我穿的差不多的吗？我怎么脱颖而出啊？是不是也太夸张了？哎呀，你帮我看看外套吧，我总觉得这件外套不太搭。就这件外套也太朴素了。我这个色系比较搭。哼，
确实是还不错，只不过呢，小仙女一般都只穿小号的。谢谢你，好好帮我看看啊。你不会就是因为跟大家穿了同样的款式，就要换衣服吧？当然了，你不知道吧？衣服有的时候它不是衣服，它是战袍。战袍？为了哪个战利品？当然是为了非常重要的人。一共是3420。好。好看吗？精彩。那叫精彩。太棒了，谢谢。其实你穿什么都好看，不用刻意打扮成那样。哎，我回头跟你联系啊，再见，拜拜，下次再说。马总，子璇。哎，刚刚那个是你朋友啊？啊，啊，不了，打了一招呼。那我们赶紧进去吧，时间都快到了。嗯。哎，等会儿。你陪我买个东西。啊？我妈朋友也有一间这样的四合院，就是比这个少点儿。你猜多少钱？多少？一间小上市公司的市值吧，还得是你们北京啊，卧虎藏龙。嚯！看到那个大叔了吗？嗯。他就是院子主人，老张。听说背景挺深的，二代。跟他说话的那个人应该是万国董事长马奇远，旁边的那个一字间呢，应该是他的新女友，年纪轻轻的，傲上叔叔了，挺虚荣。哎，徐子泉，你今天穿的可真帅气啊！哎，之前以为你只喜欢当代艺术，你看这花这鸟画得多生动啊！随便看看，这花这鸟。都是老张的藏品。老张是谁？那个，你看啊，他是有胆识，有运气，还有能量，那真是厉害。嗯，拍卖会上我都没见过。阿姨，你们看啊，张总这儿的画啊，有一幅是一幅，全是精品，非常罕见。唐小姐对书画也有研究，喜欢谁的画呀？啊，我呀。我才疏学浅，我都不敢说，怕您笑话我。进去看看。哎，等会儿。不着急。那我说了啊，其实我觉得呢，这些画家都受到了隋唐山水的影响，一代一代的仰慕和震荡都是逐一传承下来的。我们不能跳脱整个时代去单个的评价。张老师，您刚才提到林大师，其实我挺喜欢的。您看林大师画的鸟，他的肚子圆滚滚、肥嘟嘟的，特别可爱。但其实您细看，我是感觉有一点悲伤的。当然啊，名字很好听，依风而眠，很浪漫。走。哎呀，没想到唐小姐还有这么高的艺术造诣啊！哟，马总，这么巧啊，好久没见。金投信泰徐子泉。哦，你好，之前我们有个项目一起合作。哎，你好。哟，马总的女朋友真漂亮啊！不是，这是我的法律顾问，大律师唐颖。哎呦，对不起，误会了。那各位先忙着，我随便看看。哎，林大师的小鸟，送您啊。
这一次见姑娘还挺厉害。本来以为她只是马奇远的饭后甜点，或者甜点上的一颗小草莓。没想到不仅伶牙俐齿、胆大心细，还实实在在的带马盐商。看来今晚收获不错。My tie and